我真的只是为了节目效果才回头。不是，他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，我那个回头之后我跑掉了，以剧情来讲他一定要回到他的身上。哎，我还在讲话，他睡下嘞。就是一定要回去他的这个部分，他才有特写，一定会访问他的感情。为什么你的队友看到你的时候回头，然后他就有特写，他可以好好的讲。我那个回头是别有用，是 我真的是用心良苦，我是为了给你镜头。而且那一关录完的时候，我不是有跟你道歉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回头其实只是为了节目效果。你不是回我说没关系我懂，你不是回我说没有关系，你懂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是为了节目效果，你没有走心吗？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我？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我？就只是3000块，3000块可以买奶粉，你知道吗？3000块可以买尿布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已经努力到这一步，我已经多久没有拿奖金？你回去看一下播出。卖工卖工卖工。